大家好，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一着忙把这锁都锁上之后，突然间发现钥匙落到屋里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不用着急，找来一个易拉罐，给它用剪子给它绞开，绞开之后用剪子绞出这个形状来，然后将它俩并到一起，奔着锁这边给它穿过，将这舌头奔这边给它穿过去，往下一压，自然而然开了。